我是圈内彼此最好的朋友。算是吧，算是。我觉得圈内他是，他是，对。然后对飞扬就是，对啊，我没朋友，就他而已，就只有他这个朋友。我你真心吗？真的，你只有他这么，只要就多一点就大一样。哦，确定吗？讲其实他没定呢。他打电动，没关系，不是那种感觉。有时候我们聊的东西就是已经聊完了，没什么。对啊，他其实他就是只需要我当然知道你只需要别人陪你讲讲话，嗯，对啊，因为刚好也是因为这个节目，然后我才可以跟他有更多互动，不然我应该朋友更少。就是，所以今天如果搭档不是他，你可能不会接这个节目的吗？不会。就是跟不熟人出去演戏，尬就是尬聊，嗯，对，然后金马得奖的时候，我还在那时候我刚，哦，我刚，哎，欸，金马是几月？11吧，11，去年11。哦，啊？对，我那时候好像刚开刀完，然后去健身。我在健身房，我都搬一台电视，然后看他上去领奖。你搬一台，你有什么叫搬一台电视？我就在我健身房前面搬一台电视啊，因为那是比较私人的这样，然后我就搬一台电视这样看。哦，然后一边在卧推，那一边看你，看你上台领奖这样，蛮酷的。然后我就打掉，我就马上传讯息给他。欸，你我接吗？没有，你没有接，你怎么可能接？哦，对，这样就在典礼现场。你可能在电子联访吧。嗯，对。对，你就马上赶，就是想要祝贺他这样。没有，你真的看到你兄弟、你朋友得奖的时候，因为对他真的蛮特别的，就是我不会把他当成说，那一种竞争对手。当然我们也是，我自己也知道，嗯，对，但是。就是你看到他得奖，你会觉得很开心，嗯，对啊的那一种状态。我不是在跟你，做什么形象什么之类的，是看到他拿奖，我就觉得会开心。对，我也不知道得奖那一刻你哭还是干？哦，没有。他说内心干，你在拽什么？对，我呛他的。不是拽啊，我是说那是朋友之间在互呛，对，嗯，不是乱呛那种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他上台的那一个状态，那就是他，很真心，对啊，那个就是他，嗯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就是他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，嗯，对啊，我觉得之前有些报道误导大众。要改，个性要改。我觉得，以朋友立场来说，我觉得没有必要改什么。要。